来喽。好，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，万里无云晴空万里，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。对，李游记为什么坐旁边呢？因为李游记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，黄色嘛。你看我的袜子也是黄色的，我最喜欢黄色了。今天我们就要打开这一部配合女后期的骚黄色的 iPhone X2。 哎，真的有点配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256GB 的，当时我们去北城天街这个 Apple Store 零售店购买的时候完全没有人，我以为他会有很多人买它呢。我也以为，我甚至于根本就没有用身份证预约的信息都没给他，小哥说我们这里货源充足，看你是需要你原来预定的呢，还是想变一个，因为我在预定的时候上面是没有 256G 的，就已经没法预定了。他这么一讲我就要了一个 256G 的，本来是一个 128G 的，所以 256G 呢就应该是7899。我一直以为这是比iPhone 10小的机器，你知道吗？在我的概念里面这是一个廉价的 SE 那种，结果它居然是中号的，它比 iPhone 10大，比 iPhone 10S Max 小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。噔噔。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。 哇，真的有点好看哦，好大呀，真的是好亮呀。四个膜哇，而已拉蓬，这个要收好，因为要啪啪啪嘛，对不对？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啪啪啪呢？淘宝搜索 Tesla 新寻宝，啪的时候我们节目会讲。像一个布丁的那种，我一直比较喜欢单摄像头。你看这个红绿灯啊，真的不怎么好看，哪个好看点？我喜欢白色。你不喜欢黄色吗？好吧，我也喜欢黄色，但这个红绿灯真的不好看，我觉得。它这个边有点哑光的那种感觉哈。对啊，它是金色，这个黄色的它就是金边，蓝色的它就是蓝边。哦，比较肥一些啊。对啊，你看是不是大了个边啊？这个是，看，本来理想中的应该是这样大的。真的，这多舒服呀，单色。但是我觉得最舒服的是哪一个？我跟你讲，不是它，也不是它。其他还挺好看的，也不是他。哎，佩君是来卖手机的吧？啊，我最喜欢的来了，好精致的感觉，好大呀！你那个放进去，好舒服嘛？为什么都做这么大呀？哇，真的好精致，就像拿了一个夹心巧克力的感觉。再拿这种的话，完蛋了。不过老实讲，手感还挺好的，比这个手感要好一点。这是磨砂的感觉，这个是光面的，这个要木一点，木滋木滋的，木的。它肥了一些，它厚了一点，然后它大了一点，然后你就握持感，然后它又磨砂了一点，所以感觉就要稳当一点。然后这个宽边，这何止是挺航母啊，这个宽边真的是太宽了吧，比它宽了一些，何止宽了一些。然后呢，这因为这一块是 OLED 屏幕的，而它是一个 LCD 的，据说呢，这就是 iPhone 里边最先进的 LCD 屏幕了，所以它也有触摸就点亮啊这种。你看这个屏幕的边缘上面啊，要有一股轻轻的感觉，是吧？比如说我们看这个，你看它就没有这个边边呢，它会有点变色，有点红红的，但是它不会感觉是有一个厚度的，这个感觉有点厚度，你发现没？对，这个黑边下面有阴影，这个就是没加阴影的，有点红红边那个感觉，有点稍微有点红火，所以先激活吧，激活它，来吧，我就把两张卡都插进去好了。索尼，你看双卡的，索尼有多牛逼，就是不用卡针。而这个取卡的方式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先关机。哇，可以换电池，同志们，可以换电池，你知道吗？看到这两个触点没有？这是无线充的线圈在这里面，这玩意儿可以无线充的哦。虹膜解锁可以换电池的无线充，好呢，这好呢，好嘞。你看，要卡针，插卡的地方在哪儿？你看哪儿去了？被你挡住了。哇，在这里来了，在下面了，换地方了。历史上我的第一部双卡双待 DSDS iPhone Double SIM Double Standby， 不要提双卡双待 out 了。你的手机什么的 DSDS？ 下雨嘞，下雨了，这正好嘛，它是防水的。你看这有个主号副号，可以改为这个老婆情人是吧？这样子。那为了这个比较保险，最好你老婆电话不要用一个，你这情人一号、情人二号是这样子。面容 ID 开始了，新一代的面容 ID 是吧？这是1234 2234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是我再来一次，设置 Apple ID， 打二打打三打，哎，完了，大爷，我这个手机不是防水的，我电池都已经打湿了。雨一直下。哦，慌慌的，慌慌的。那里
有营养会倒好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找谁啊？来来，留起来拿着看搭不搭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黄色没有你那个衣服那么好看啊，你这是柠檬黄，这个手机是你那个是要土黄一点。人像模式，你看这里之后就是要人像模式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的天哪 ，iPhone 这一代这个美颜是咋的了？一二三，看得到，哦，更虚了，二分一点四。哇，还可以手动变焦啊！这是一个单镜头，完全靠算法。再给我拍一张，给我拍一张。给我也拍一张。我跟他拍。来吧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不想跟他拍，我要自己一个人拍一张，快来给我拍一张。哇，好瘦啊！你尤其这么照出来好瘦啊。还有瘦身呐、啊，这个。所以呢，这个是 DSDS 系统。我觉得吧，这个 iPhone 10S 呢很贵 ，iPhone 12呢会便宜一些。你看现在有破发了。那么那种隔代隔几代的话呢，还是可以换的其实。但是呢，它的手感其实还是可以，但是它会胖一点，比较粗一点，比较大一点。喜欢小屏的呢，还是啊，它为什么不出小屏的吗？我就喜欢小屏的，我喜欢一手掌握的感觉。接下来呢，仔细的体验一下 LCD 嘛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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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我这个肉眼凡胎看不太出来的，老实讲。对对 对, 对、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点赞、投币加转发。Thank you， 充电记得充电。那么订阅我们哦，一定要给我们点赞。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。你们看到的 Tesla 的广告很多都是我做的，然而今年双十一的广告我做不出来呀。老板那边是这么跟我说的，今年双十一降价最多的套餐降127，最少的降20，一年都能一会儿。这个广告要让所有的铁丝们把握机会，昆凌石还要抽一个锦鲤奖品，是一台电脑、一个手机、一个耳机。哇哈哈，好大的奖，所以买买买。我希望我们的广告节奏沉稳，而且波澜壮阔，让观众感动得流泪，同时哈哈大笑。音乐要用优美的钢琴独奏，同时要伴随着摇滚乐团的躁动，主色调就用五彩斑斓的黑色。广告时间不要太长，4分钟吧，怎么样？这样的广告要求是不是跟没的要求一样？Test V，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Siri， 今天会下雨吗？天气预报说重庆市今天不会下雨。可是我们现在下雨了。重庆市现在应该没下雨。现在下雨了。你看人家都打伞了。不，重庆市现在没下雨。重庆现在下雨了。不，重庆现在没下雨。